同学。谈谈现在已经从暖身晋升到可以就是球类的了，第二阶段很不错哦。不会，他只是他那个要写 B 方案而已啊，可是应该还好吧。我再问一下。蛤？原来他的球类运动已经 game over 了，认真啊！又回来了，哎呦哎呦，哎呦，认真好不好？加油！